距离我们的宫崎牛只剩下两个小时，对，两个小时，现在六点，我们定位八点的宫崎牛，这是我们现在生存的动力。现在要去吃鸡肉，对啊，先去吃那个炭火鸡，而且它晚上好像比较多人一点诶，感觉、嗯、感觉店都开了。现在我们要吃的是这个。先走这个原祖烧鸟嘛，对吗？对。然后现在好多人在排队。对。吃完这个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吃宫崎牛了。开心。开心。如果排太久，我们现在就来到处晃晃，没关系。这个是什么？平民之那三 K。三 K 三十六千块。感觉风俗风俗街有无料案那一堆。来，我们先来看看刚才排很久买回来的。打开，打开，耶、yeah ！哦，看起来没有很好看哎。对啊，先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啊，刮掉了，要来吃的。看起来很好吃，比刚才看起来好吃多了。走吧。来吧，分手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好吃吗？我觉得很好吃。那跟一般的鸡肉有什么差别？它的那个味道，哦，它比较有嚼劲。嗯，我觉得它跟那个有一家居酒哦，种田农场居酒屋的那个地鸡味道很像。是啊、哦。嗯，两个都很好吃。但是这只是我们去吃宫崎牛之前的小点心 appetizer， 真的。宫崎牛的时间，先先。耶，我们终于要吃到宫崎牛了。而这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里。那香哥点了什么？160公克最贵，干杯！啊，我终于懂你刚才为什么会弄得很，对，嗯，很硬，对不对？很硬，很硬。上面应该是海胆，然后下面还有那个肉。有beans，这样子试试看，好吃。它里面有就是宫崎牛的味道哦，可能还不是烘邦。这是红萝卜的酱汁，哦，我们的烘邦宫崎牛来了。花椰菜的汤看起来很不错，真的吗？来试试看。这是我点的耶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比较有嚼劲一点点。嗯，不能跟神户牛比较呀。你吃得出差别吗？啊，这样子啊，你吃得出差别？有差别，对，中牛也是比较软一点感觉。嗯，可是很好吃，很好吃。那你们要吃吃看那个一点，嗯，那块是香香的肉。沾一点酱，我身上割下来的。你都比较软，嗯，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吃你的。这样子啊、哦，我是平民嘴，你是千金嘴，真的是比较入口即化一点的感觉。嗯，哇，看起来好肥嫩的鹅肝。沾一个酱，哇，好奢华哦！满足了吗？
但是超好吃啊。果然钱花的是值得的。最后的炒饭可是已经吃不下了，我们都还剩下这样子，香香剩下了这样子，160公克真的很多，对啊，快爆炸了，我点100公克都觉得有点饱了。我们的炒饭还有这个，哇，里面有香菇，给我。听说这一道是牛肉汤的味道，是大空，然后就是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你讨厌的 Q 里，对 Q 里，然后梅子，好像脑子哦。真的很像台湾会吃到那个牛肉汤。我觉得它这个是，米饭有一种糯糯，蓬蓬的感觉，不像就是像台北地方吃的那种，讲究粒粒分明啊，懂懂，因为是软软的，然后不太一样的口感。也没有不好吃，但也没有到，可能没有比较没有那种口味吧，比较喜欢粒粒分明，就没有比较特别那种感觉。那你觉得有和牛味吗？没有，完全吃不到什么。我觉得紫苏味反而比较直接吃得出来，对啊。现在请他帮我们做お茶漬け。お茶漬け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茶漬け看起来蛮好吃的。对啊。这是我们最后一道甜点。那甜点如何？我只吃了这个榴莲皮都可以吃得惊喜，对啊，但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好吃，甜甜的，会有种皮肤会有种涩味，像那种就是其他冰淇淋的那种 grapefruit， 柚子的感觉，试试看，我觉得很好吃，那这个经理应该是宫崎先盛产的那个，应该可以。接下来这个，这个是他说 pistachio 的那个冰淇淋，对。它就是 ice cream， 对，蛮好吃的，就是 pistachio 味道很重。我觉得它不是 pistachio 味道重，它是。是吗？再就是它的这个撒花瓣的，就是刚才沾过和牛的那个吐司。有和牛的香味，要没有它的味道，对，就有黄油的味道，但也还不错吃，我觉得甜点还不错，算吃到很饱，但是甜点也有开始有胃口了，有点是另外一个味。你觉得整体五颗星，你会打几颗星？这家的，四颗星吧，四颗星。你觉得一颗星差在哪里？它在，我最后点的那个，最贵的那个 delay， 吃以后我觉得你的那个，我的比较好吃，你的比较好吃，你的瘦一点的比较好吃。我是比较喜欢吃你的，可能我自己的问题啊，可能我点太多了，就觉得太腻了。因为你点的是160克，我点的是100公克。我觉得一般人来应该100克就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如果再点，但是应该是够的。因为其实它的套餐整体分量都超多了，刚刚还有这么一大碗炒饭，真的，那可以给你做成小吃店。又是一整片吐司，真的，整个吃到很饱，然后有咸饭，然后又有素，对啊，有沙拉吧，你整体来说还不错，对吧？今天的主角满足，满足，耶！期待明天比较不费的旅行，拜拜。